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咱们继续《大航海时代二》啊，今天应该是第四期了。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造一艘咱们的海上战舰啊，然后收一些人。现在是雅典啊，安东尼金锁啊，你就是狂请他喝酒啊，先灌醉了再说。然后雇佣金锁这个角色呢，还是挺好用的啊。看一下他的情报，有两个技能，包括炮术啊。炮术这个东西呢，给他当个舰长啊，轰人还是挺疼的。走，然后下一个港啊，我想想去哪收人啊。出航，去马赛吧，因为以咱们现在的航海资历呢，其实可选择并不太多啊。有些人呢，现在并不会加入。热那亚，热那亚也应该有人收啊。先去酒馆吧，在这儿。有一些人是在宿屋收的。咱们海员前面的这些肯定就都不是啊。有一个尼克，这个长相我不喜欢啊，你灌点酒吧，40块钱，不便宜啊。一个技能，收他呢，就是抢了船啊，你可以带走啊，有个船长可以开。去马赛，好，等酒馆开门啊。这些人的帽子好别致啊，葱绿葱绿的。就一个，哇，这是失业的海员，这明显是失业的海盗啊。看一下他的能力，炮术，国籍果然是海盗。英国啊，我们这就都是葡萄牙的了。行，去哪儿呢？巴塞罗那，然后里斯本，然后咱们就去可以去搞咱们的船了啊，旗舰啊，海上要塞啊。这个是不是啊？是。玩这个游戏真的能学到很多的地理知识啊，甚至包括历史，人文。迪亚哥啊，他是个失业的海员。来，先灌酒。好贵啊，这货啊。这个呢，对于我这种，我虽然不是颜值控啊，但是我也无法接受这种啊。这果然是地中海的航海士啊，已经地中海了。算了啊，不要他啊，不要那个货。
好，回趟里斯本啊。里斯本的那个海员好像是在苏屋里啊，好像是在苏屋里。出发。这个船真的好用啊，感觉，但是打架就不行了啊，打架就不行了。苏屋在哪儿？在这边吧，在这儿。他是葡萄牙舰队的，他是失业的海员。这还有个失业的海员啊。好，这两个都雇了吧啊。哦，这个不跟我。好，看看啊，看看他的能力。哇，三个技能不错啊，包括炮术。走啊，去汉堡。汉堡我投资应该已经到了啊，应该已经可以生产那个海上巨无霸。但是它需要时间啊，需要时间。造新船嘛，需要时间啊。如果你运气好呢，它有旧的卖，但是旧的耐久啊，就肯定是不如新造的。哇，这个新金啊，直接爆炸啊，对吧？原来我一个月就40块钱吧。哎，这个港也去投个资。这个港以前没投过啊，看一下啊，670正经要投呢。好，投个金块啊，看他这有什么船。65、60，这个船其实不好用啊，航行速度太慢。等他能造那种英式的军舰吧，还可以啊。现在讨厌的一点呢，就是你像伦敦啊，咱们是不能投资的。50可以给你啊，要到200都没事儿，对吧？我们只要把这些人才保留住啊。这是阿姆斯特丹。我上次出门啊，地图还没有报告啊。去了趟亚洲，酒馆，看看啊，这个货我记得也是个海盗啊，但这种海盗呢，好像一般都会炮出。哎，满了啊，满了！你看工业水平满了。职位变更啊，职位变更，需要一个首席的航海士。行了，哎，我数数我几个人了啊，现在心里没数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手下8个人。还行啊，想抢一波呢，至少能啊抢到 N 条船。行了，咱们造船啊。看看买入旧船。这垃圾啊。这也打不了架。这个也真没有英式的那种好用啊。造新的
啊，对，就是这种英式的军舰啊，你看啊，它的航行能力啊，速度是85，机载呢是650稍弱啊，防御是64，咱们再看一下那个啊，防御一样，机载这个是800啊，多一点，但是它的航行啊只有65啊，所以速度慢。但是我真正要造的是这个啊，看这机载是1200，但是速度是真慢啊。没关系啊，开它就是在地中海打架的啊。咱们先造一艘，38万一艘，太贵啊。我的会计告诉我318000就能买下来，咱们得32万。起个名啊，这是启航三了吧？启航三。下一页，好，符号啊，启航三，决定啊，多少水手这无所谓啊，这啊，反正最低是45啊，这个无所谓啊，以后能改。我炮装满呢还是咱们单挑流呢？我其实这次想打炮战流啊。72天，好吧。这艘船呢，走吧，这样咱们有人了啊，两个月之后也有船了啊。看一下我的声望，4600。去新大陆一趟吧，这样逛一圈回来也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咱们的冒险声望也能涨得差不多。4600的话，应该是8000有剧情大概啊。4600，咱们报告一下地图，我看看是多少啊，把这点声望凑上啊。管我要给了我23000的金币，小钱啊，小钱啊，6100，那咱们真的可以，我有发现物还没报告啊，我发现物是去哪儿报告来着，咱们自己家也回不去啊。回忆一下啊，走，英式的那个军舰真是很喜欢啊。这不是黑胡子就红胡子啊，红胡子。等着啊，你等着，你等我船好了的啊。看看是不是塞维利亚啊？是跟这儿签的约吧？有一点忘记了啊。啊，咱们的运气已经满了啊，运气已经满了。因为咱们金币现在比较多嘛，所以说刷运气啊比较费劲。这样的话，大叔实际上就用了一种比较繁琐的方式啊，就是频繁的请教堂祈祷。祈祷一次呢，50%几率加一点。先去非洲探险一下吧。因为咱们现在6000多的话，因为8000引发剧情之后呢，马上就要打架啊。这如果出门在外去了新大陆打不赢怎么办啊，先去非洲溜一圈啊，报告一下地图啊，然后再报告再
加上发现的东西啊，我感觉差不多。这是一个村子啊，就来了啊。这肯定是找到金字塔呀，这还用问吗？不负金字塔，金字塔真是厉害啊，5000年前造的。这里好远啊，又一个村子。让鳄鱼吃了11个人，我还能说什么啊？又一个金字塔，啊，那个分叉没走啊，你回来的时候记得。村子好多啊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感觉水手不大够了。那儿没了，被吃了11个，然后有8个留在当地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一共40个人，19个就没了。赶紧回去雇水手，然后再来吧。简直了啊！这探险啊，真的是。哎，他要抢我，那我肯定要跑啊！这猴胡子一直追到这儿啊，逃跑啊，肯定是逃跑啊！我算逃出来了，因为我穿快嘛。你等着啊，红胡子，你等着啊，我饶不了你。让你抢我！决定去抢他啊！我看这有没有好船，船厂呢？看能不能买着一艘好船啊！买到了就去抢他去。这不行啊！算了啊，算了，算了，先雇水手。我看看我的冒险声望，6400。哎呀，这个货我现在不一定能那个，他不一定加入我啊！啊，果然，说我资历低。我去买船啊！我去雅典碰碰运气。买到船就回来收拾他啊！现在又有人啊，我好好的探险啊，他竟然来抢我，这我忍不了了。哦，有，太好了，就这个53000，54000，起个名啊。海，下一页。
有没有海盗啊？有，海盗一号啊，海盗一号。决定，我要把它改造一下。这门水手啊，最少60哈。330，火炮0，可以。传手相安个好的，海神。走，把旗舰存着啊。哎，你是变更。好，现在这艘是旗舰了啊。不水手，那去打劫。不够啊，不够。明天再来。然后就走啊，不管这些就走。出发。拦一下，哇，这船好慢，呵呵，忍了啊，慢我也忍了。哎，他在这儿啊，等我补充一下水手啊，去追他。这进来早了啊，现在就去追吧，省着跑出视线范围就不到哪去了啊。应该是要去雅典啊，伊斯坦布尔那边。果然啊，好，来找我麻烦了。好，啊，等我码完人的啊。失业的海员，10金币就上船了，看看他的能力啊。什么也不会啊，啊，不管他啊，
出门打架去啊。估计一下啊。停船，不然攻击。单挑。哦，装备的圣骑士剑啊，那斩击。咱们防守，防住了啊！请他九，把刀应该斩击。哦，化解。突刺就一张啊，把这枪打用了。想出回避。突刺，好，放倒，把船都交出来啊！这回咱们收获颇丰啊！哎，12000金币啊，一件七艘啊，全可以编入舰队啊！起什么名字啊？起名字啊？都是卖货啊！你就把它这个叫 A， 这个起名字叫 B。这船都不错啊，啊，这两艘就随便了，这两艘肯定是要卖的。分配一下东西啊，其实这玩意儿你应该自动啊，多好。每艘船都得有点啊。啊，这个装不了多少东西啊。好，全带走啊。那你跟着我啊。而且我是用模拟器的，懂不懂啊？我是用模拟器的啊。啊，又不是当年的实体机，单挑还怕你？当年的实体机也不怕你啊，存个档就出来了跟你干啊，输了再来呗。因为我要卖东西啊。
行啊，零号。爽啊，这次挺爽。看看声望啊，声望还是这些啊。那好吧，那本期呢，本来想探索一下把声望值啊堆到8000的，结果呢出现了一个插曲啊，咱们抢了红胡子，这也怪他啊，上来招惹咱们。那好吧，本期呢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。